唔係講笑，呢度真係好 X 動。哈尔滨冰雪节买了套票，咁啊听讲啲人话好服嘅，咁我尽量，我觉得应该唔会好服嘅，应该都挺特别嘅，你觉得呢？佢话 OK 喎，去到睇啦，去到睇啦，我哋依家出发啦。周围，阿姨，我要下面看过。企鹅，企鹅，假的。亲亲喜羊羊，睇睇喜羊羊个样，喜羊羊个样做咩变咗咁样嘅？不过唔紧要，唔紧要，你望下入边，真羊嚟噶，唔系假噶。其实阿 Ken 呢，最期待的节目呢就是入去冰雪馆和这个喂羊，现在已经完成了 50% 了，已经喂完羊了，那我们可能去完冰雪馆就走得了。这里那么穿了这件，穿了这件东西了，我们直接入去了。好吗？全身我曾经穿过一件，我曾经穿过一件衣服，是就是去東加拿大的冬天超凍，冇到。哇，好冻啊！唔系讲笑，我冻到就系鼻都甩啦。依家冇咩知觉，鼻同耳仔已经呢度起码零下十几度啊，起码有。
50元一鋪啊，好抵玩啊！5分鐘好抵玩啊，50元一鋪啊！玩夠10轉咧，不如黐線，黐線。夜晚啲景色都唔错噶，大家睇下，系啊，闪灵灵，闪灵灵，仲有啲嘢食咯，唉、哎，唔好提，好鬼贵，20-30元一串鱼蛋，仲有呢个灯海，咁今集就差唔多啦，再见。